是鳕鱼浆做的，哇、这么长耶！今天我来到了屏东，来找一个来自东洋的海洋瑰宝哦，而且过年过节看电影、看电视绝对少不了它。要去哪里找？有一个很大的庙啊，先去拜拜，祈求今天工作顺利好了。妹妹，有拜有保庇啦，搞不好神明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来哦。大哥，钱不好，不要这样吃下去，好不好？我呢？我丢了一杯冲上天，平步青云间。所以我叫你，我给你水一杯冲上天，平步青云间。可是钱怎么可以吃？一个气罐好了。我也可以吗？这是什么？有吃够了，心情盖溃哇！我要试试看。哦，这个是那个。第二个角度黑。我想不出来。你讲一下，我找你来。好。没啊，没啊，安静，我找你来。好，赶快找我这是，好熟。那就赶快跟着这位大哥一起去瞧一瞧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好硬啊！这就是制作纤丝的鱼浆。鱼浆拿来做纤丝？这是制作鳕鱼浆的原料。没错，刚刚那个很熟悉却尝不出来的味道，就是鳕鱼浆丝。所以这个是鳕鱼浆哦。哦，不是。他大大大说出来，鳕鱼浆丝不是鳕鱼浆做的。因为我们是取名鳕鱼香丝，不是鳕鱼丝，就好像牛肉面啊，现在改成牛肉口香味面、牛肉口味面一样的道理。那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这是国母鱼。那你平常看得到吗？它就长得这样。那你别说，这个就是。这是国母鱼。国母鱼。因为这个一般都是拿来做鱼松。那因为它的产量比较稳定，所以我们是把它拿来作为做鳕鱼浆丝的原料之一。找到了啦！那个世界各地都吃的东西，就是蔡大哥他们家中产的鳕鱼浆丝。只不过啊，从小吃到大的鳕鱼浆丝，竟然不是用鳕鱼做的。那是因为鳕鱼鱼货量锐减，才转而使用各种鱼浆来制作。可是啊，鳕鱼浆丝名声深植人心，所以继续沿用，请大家安心使用，没惊啊。至于是什么样的鳕鱼浆丝能够纵横半世纪，我们要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阿妈，来了。哎，你今晚被抬的？啊，得啊，我够有来哦，所以要搞上我，我们不要看台。这样，这样。哎，你这个肚子，真的呀？这个是高保险才会这样吗？别种鱼也可以。啊，真的哦。所以这样插下去就唰就出来了，肚子就出来。然后要用鱼浆的那个哦。这样的时候用那个汤匙把这个肉用起来，这个做谁想吃啊？这就要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用起来。所以我们这高锅鱼的鱼浆是这样取的，这个鳕鱼香丝啦，哈，这鱼松啦，做鱼丸都可以用这样。古时候都是这样。嘿，妈妈说啊，早期制作鳕鱼香丝最最最需要功夫的就是处理多次的狗母鱼，完全依赖人工进行骨肉分离，既费时又耗工。而取下的鱼肉制成鱼浆之后呢，接下来这个 pebble 更是鳕鱼香丝成型的非常重要关键。你来算一下，哈，你看不能超过大呀，高模式啊，我有边境吗？可是，不是随便就弄一下，而且要够厚，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好啊。啊，那有的太薄啊，有太薄，它不是会焦啊。啊，那这个不会熟啊。哦，啊，你边这个边用这样就。怎么了？这个边边，这样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我看在帆布上抹鱼酱的这个动作，平均只有0.2公分的厚度，太厚太薄都会影响口感。看着老板娘熟练的将鱼酱抹成薄如纸的长方形鳕鱼香丝，那磨好的鱼酱还要去做一下日光浴呢。好，鱼酱拿出来了，大哥要晒多久？4个小时。4个小时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等4个小时吧。
对啊，等一下再看。好。遵循古法制作的鳕鱼姜丝可是看天吃饭的行业哦。磨好的鱼姜啊，必须经过阳光的洗礼，冬天呢还要一天的曝晒，夏天炎热只需4个小时。所以说啊，制作鳕鱼姜丝还得有气象预报员的本事才行，不然哗啦啦下雨了就全泡汤了。哇，大哥，只用4个小时，我们的鱼姜已经被晒成鱼干片了。 对，而且还可以拿起来耶。那这样我们鳕鱼姜丝是不是踩一踩就可以吃了？还要再烤一次？还要再烤一次，好麻烦哦。走。好了。经过4小时的曝晒之后，一大片的干鱼姜还要给它拆成一片一片呢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叫鳕鱼姜丝啊？哦，那你就错了。它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少了它，那正搞鳕鱼姜丝的味道就干起鼻哟。学做鳕鱼姜丝还可以吃 barbecue 哎，老板好幸福哦。不是啦，这是要把刚刚晒干的拿来再烤熟啦，最主要是要烤出它的香味，你没有烤熟，那香味就出不来。真的哦，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不能烧焦，然后又要烤出香味。对，老板，这样手工烤这么麻烦又这么慢，你刚刚说以前台湾市占率50%都是你们家做的。对啊，那怎么应付得来啊？所以我那时候员工最多将近70-80人啊。70-80人，然后每天都在做这样一样动作，烤，对，才烤得来得及啊。哈，所以哎，以前我小时候吃的鳕鱼香丝，有一半都是你们家做的。对啊，有可能。对。天哪，真的很难想象哎，70-80个人一起翻烤鳕鱼香丝的壮观画面。烘烤鳕鱼香丝片不但要烤熟，还要烤出香味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用夹子不断的翻动，防止烤焦。那鳕鱼香丝片呢？等待最后一个步骤就大功告成了。啊！好，这没有很好切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说这很简单，有没有看我切的？哎呦，细如丝啊！然后呢，这有些粗不一的啊，然后这些就是超级超丑的。对啊，我这说这员工应该会被fire掉吧？如果早期这样就不行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不用这么麻烦了，都改机械化了。好、啊，有机器不早说，我在这里玩这么久。就是要体会一下高大的做法。啊，好啊，也是。对啊，我带你去看现代化的做法。好啊。第三代蔡老板从小就在汗水与温度下成长，正式解放之后，工厂转型机械化，同时鳕鱼香丝的产业推到最高峰。我看到最黑机器了，我就可以知道我刚刚是被整了。来来，赶快倒鱼浆啊！等一下，老板，您不可以给我们不手套，好像味道有点重。手套不行。因为手到有可能会脱落的危险，然后造成衣物在里面。再来，鱼浆需要手感，所以要空手去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洗手。既然使用现代化的设备，蔡老板仍然坚持制作的品质，讲究卫生与安全性，做出让消费者吃得安心的鳕鱼香丝来。蔡大哥的工厂先后为国内的各大食品工厂鳕鱼香丝代工。所以它这样子就会自动的跑出来吗？对啊。这么简单？对，这样子接过去，鳕鱼香丝就好了，好像很长一秒的超妙。可是这里真的好热哦，这里有几度啊？这有300多度啊。高温300度的挤压成型机，不但让鱼浆一次成型，高温下让鳕鱼香丝自然膨胀。进去之后就是烘烤了。这个进去还要再烘一次啊？对，再烘干一次。这鳕鱼香丝有多长？上河图的鳕鱼香丝片这么长，是要怎么切丝啊？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啊，要不然试试看。要拿刀，可以直接切下去哦。啊，当然了，等一下免晒啦哦，我刚才告诉大家免晒啦，哇，那这就到了又没了。哎呀，跟狗咬的一样啊，这很难哎，你骗我，你以为是你刚刚？对啊，我就刚刚问，然后对一下困难啊，阿婆他学姐想看他呢。
好了。大费哦，哦，你实在是太闹鬼了啦！虽然现在工厂已经机械化，但是客制化的尺寸仍需要交给人工来裁切，专业的工作哦还是交给专业人士，不然哦，你这个像狗啃一样的鳕鱼香丝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的。哎，大费，你想干哪行业啊？啊，你出来，啊，你把收起来，啊，起来再吹。这样放着就好了。哎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好啊，好啊，这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哦，哎，你觉得哦，这几片韩国炭呢？哦，让它产生自然烤肉的香味。哦，而不是要把它烤成焦炭哦。哦，是，好好好，烤出香味，这很简单吧？折一折，放过来就好了。好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哦，那这也是哈，我烤一下啊。好好好。哦，忙着烤呢。好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很简单啊，就只是要把它烤出它的香味，可是。色香味，我觉得颜色好像不够深呢，再调深一点，会让更香，应该卖得更好。调一下。说什么要让鳕鱼香丝烤得更焦更好吃，大配，你这样乱动机器没有关系吗？哎呦，阿姨，等一下稍微大一点啦。啊？什么？没、欸、没有啊，可是这稍微大一点，你也看，阿、啊、姨我没装好。我说这，哎、欸，老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样比较香，好不好？你刚刚买来的比较香啊。这稍微大一点，上面讲这有200度呢。对，这有点失控了，可是颜色很漂亮，我觉得应该很卖啊。没有，这200多度，因为最主要是要烤出那个烤肉香，而不是把它烤成焦香哎。哦，啊，这得不要别离啊。啊，那我带走了好不好？啊，恭喜你带走，请留下来。他说，200度的高温可以让鳕鱼香丝产生梅纳反应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烤肉香味啦。虽然辛苦，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程序哦。而烤香之后的鳕鱼香丝放置冷却槽，回复15%的水分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步骤了。这就是鳕鱼香丝的动作了，就是这样丢进去就好了，对啊，简单。哦，我早上在那边切，用刀子切，一下歪掉，一下溜掉，一下冲下去。对啊，你就知道我们小时候多辛苦，就一直接到手都会抽筋，做梦都会说梦到在切东西啊，这么可怕，对啊，累耶。所以现在有机器人，你看多简单，好棒哦。我觉得咬下去的时候虽然是干干的，但是呢在嘴巴里面它又会满口芬芳，你说那个高波鱼，对，它的鱼味是非常鲜的，对，所以进去嘴巴里面之后，嚼嚼嚼啊，跟口水混合以后，它那个鲜味还有甜味就是自然出来。而且刚刚啊，我们在调味料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加盐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它那个甜味真的很厚哎。对啊。终于进行到最后包装的阶段咯，想不到这么小小一条鳕鱼香丝制作过程竟然这么费功夫，讲究品质的蔡大哥啊，更是设计了精简机检验做最后的品质把关，确保没有瑕疵品之后才可以装箱出货。蔡大哥说，